一天不装憋得慌，朱大彪鲜衣怒马，剑指苍天，大声喝道：吾之命可治海替，区区资金生父，我太收就可杀。哼，凡俗蝼蚁岂敢逆天，此乃紫金圣父的天地意志，看你还敢出言不逊。他喵的猪腰子，敢不敢与他硬刚一局？老身先行一步，诸位道友告辞。神良之笔还要不要？赠与尔等陪葬吧。怎么办？越来越多的天地意志正汇聚而来，这种处境看似很危险。老铁有妙招？是这一点都不安全，快跑吧！包青青呢？炸没了！南华诺救我，叫你学艺不精。小子，快点出手，我要飞麻了。凡俗蝼蚁能被无杀，足够尔等与后代吹嘘三辈子。年轻人就是爱偷袭，看招！姐姐姐，别做无谓的挣扎。用意志才可战胜他。何须意志？朱雀以此物为引，画个通达之门，去他跟前揍他。以物为引，开通天之路。开开开！三千浮屠，灭世一击。老铁呢？南华诺呢？这不是话的入口太小，只能承受他们两个进入。无妨，神良之笔还在，我再换一个。别别别，要挑子分行李吧，神良之笔归我。草莓酱，你要神良之笔干嘛？修脚观沧海不行吗？不能丢了神笔，这可是老铁回祖星的唯一希望，我且稳住他再说。有神笔在手，抛开朱大彪，我们独吞秘境七层他不香吗？朱雀，你这是要反骨吗？给我绑起来。丹飞，你走了逆天浮运啊。同运啊，盘根蛰伏这么久，终于能成为圣父之女的狗腿。试问诸天，谁能有我等这般荣耀？可就是这根狗绳拴得有些不太自在。哪里来的宵小，竟敢闯我云中化圣府？紫金圣父，出来与我南华诺对招。南华诺，这不是我的好徒儿吗？电子半拙。好徒儿，我是你师尊燕丹飞。他喵的师尊，你咋拴在这了？为师公参造化。圣神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随手画了个门就来了。此乃圣父戒狱，没有特殊使命是进不来的呀。就跟光子家后花园似的，这有何难？哦，云中化圣府，这是白子旗的府邸。正是，如今为师算是熬出了头，在化圣府当了职。单是这一层关系，足够我等在下界做个人上人。那我就太谢谢你们了，拜贼气呢。上人莫要直呼白圣女名号，此间他还尚未回府。那就好办了。上神是何意？上神，整个化圣府都被你们洗劫一空，这合适吗？怎么不合适？难道要将你手上那一点换回去？非非非常合适。可我们身为圣府看家护院，盗自家东西有些不合理吧？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，怎么个不合理了？存在即合理。上神说的极是，可您为何不拿至宝，偏偏独爱这些下三滥？至宝我多了去，造福苍生才是我的目的，搞不好还能小挣一笔。够歹毒的。哪里有回到天尽头的传送阵？朱大彪，不是说好嘎圣父腰子吗？你这是要退缩？朱雀传音，草莓酱要造反，妄想独吞锤子先七层。我早知那蹄子是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的天，这就是锤子仙七层吗？那个被铁链锁住的是什么？那是锤子仙的挚友，乃是一名方士，深远后就一直为七层镇灵。方士与修士又有什么区别？传闻上古修士有两大分支，方士炼丹制符，求仙得道，术士观阴阳，驱邪祟。方术两支又衍生了道士，炼丹、行医、相面、占卜、修炼，几乎什么都会。包青青，你会几样？我只会修炼。别扯犊子了，快想办法破开这尊棺椁，这宝一定就在其中。猴急什么？万事俱备。
被指签东风。我全程不会参与，你们好自为之。反骨之人不会有好下场，我们同归于尽吧。包青青，你这是翻魂。无耻朱雀，上神与南华诺待你不薄，你竟伙同草莓将坑杀他们。君臣官，青铜果，八字不应，莫近前，姑娘小心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吾乃点烛道人，恰逢路过，便解姑娘一难。点烛道人，秘境七层怎么会有其他人？道友如果多疑，贫道离去就是。慢着，多谢道友相救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你这老道并非善茬。诸位当心，赫赫扬扬，日出东方，无耻慈福，菩萨不祥，三昧真水开。